夫空乏其身，情浮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道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形，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无不知其名。享名曰道。心境今有一位真神，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知己是眼不能见，但借者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第一章第20节，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在我们生活经验中，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电波，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5:1:1，起初神创造天地。:1: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1:3，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1:4，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1: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
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未丧失，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五六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五十二，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莫身不在。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我独尊，生克制化老身份，三戒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国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息了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明灵灵一眼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指，心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宰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
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及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世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他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必尧之大仁，禹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智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明，五目之精忠，等十方众圣三世诸佛，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